法挡住迷人的。我愿意让他挡住这一切所有的东西。拖拉要先检查一下里面。然后我再看到什么不该挡。小真爱频道，现在是一个越夜越美丽的夜晚，所以呢，有佳肴之余，当然还要有美酒相伴啊。那在我们队上，身边有个女孩，我就想到有一个人称“千杯不醉，九国女英雄”的谁呢？听到这音乐，应该就不难猜吧？李琦，还没给。好了好了，因为我上次就想说，哎，我想要做一个关品酒的企划，然后就有人跟我推荐说，米奇超会喝酒，说千杯不醉，九国女英雄，哎，对，所以你真的是可以，就是没有啦，千杯不醉，直接就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是会醉啦，我就是酒胆遗传我爸爸，然后那个什么酒量遗传我妈妈这样。哦，所以酒胆是爸爸，所以爸爸酒量就不好。我没有这么说，所以被妈妈骗走。爸爸厉害，妈妈把爸爸灌醉是这样吗？没有，所以才有了米奇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酒，有这些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桌上已经准备了1、2、3、4、5、6款基酒。那当然就是九国女英雄都在旁边的嘛，女英雄教我们一些品酒的小常识啊。那当然，品酒小常识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口说无凭嘛，我们要实测一下米奇到底这个品酒实力在哪里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请米奇天黑请闭眼，闭上眼睛。好的，我们就从左边开始的第一杯开始试喝。那我就拿给你哦，你其实随机都可以了，随机蛮有，我蛮有自信的。好，我一直很有自信，平常不会说。喝过。在哪里？来这里。好，来。我、哦、要先闻一下，是不是？美酒啊。哦，这是美酒吗？这是美酒，它是美酒。这是美酒哎、欸。OK， 开眼吗？可以，可以开眼了。好。天、欸、亮了。美酒是要怎么样区分它美酒？因为它有梅子，什么？有梅子的味道、就是。对，它就是有梅子的味道。有这个美酒，应该我还是可以分得出来。通常呢，美酒太甜的话呢，你可以加威士忌。哦，美酒加威士忌醉更快。哦，所以当初妈妈是不是就这样灌醉爸爸？没有，我妈不会喝酒，我只是在形容说我酒量其实也没有很好啦。加咖啡，加咖啡也可以。我是这样讲的，我是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会太甜。我觉得你可以随便拿，随便拿。我天黑请闭眼的。好，天黑请闭眼哦。来，好，你不要讲哦。这是什么？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哦，这个面有蓝色的部分是黑的。难道是你最讨厌的那种 whisky？ 我最讨厌的 whisky。好恶哦！这个真的是 whisky 的味道哎，就是这种臭臭的味道。我觉得 whisky 对我来讲都有一种脚臭味。我不知道，对喜欢 whisky 的人可能会想臭。对啊，什么牌子？因为我比较少喝 whisky，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去介绍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我自己之前会愿意喝 whisky 的调法，可以加点蜂蜜。蜂蜜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它那个 whisky 加蜂蜜起来会比较顺一点。还有特别的品牌吧，好像叫白富，特别要白富加蜂蜜，还不错。其实 whisky 加蜂蜜都还不错。好，我来选一杯我可能觉得会好喝一点的。好，我来再来选一个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看起来好像不错。我先闻一下，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会喜欢。哦，耶格，耶格，对耶，真是耶格利口酒。耶格是什么？耶格呢？通常都是会加给你一双翅膀。对，它那个一定要。这不是那个瑞布克？对，瑞布克的。我们跟人家合作，不是偏题，因为通常比较少单喝啦，耶格这种东西通常比较少单喝，它有点像是药酒的那种感觉。它可以提振你的精神。药酒，所以是做了内伤之后要泡那个药酒，没有到那么那个啦。通常呢，加 Red Bull 你的精神就挺好的，精神会很好，就可以继续再喝更多。可以继续再喝。来，下一个，我觉得有点热，喝嗨了。刚不是说千杯不醉？怎么
么样？喝出是什么了吗？伏特加吗？对，伏特加就是伏特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少了点盐巴跟柠檬，突然不知道它是谁。哦，我知道你说那个盐巴是在那个杯口边要抹盐的那个一切的那个，一杯就要下掉的样子。伏特加我有很多不好的经验呢。以前学生时期，大家就是比较没有什么钱，大家就很喜欢伏特加加雪碧。雪碧真的那个味道让我真的是不想再喝酒。但是通常都是会加这样，伏特加是蛮适合的，就是单喝。哦，或是加什么七喜什么之类的。对对对对，可以。好啦好啦，没关系，我对他印象不好。哦，你对那个威士忌。对。下一个。好，好，就这个吧。来。莱姆酒，莱姆酒，我来看看，这是莱姆酒哎，明基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莱姆酒。莱姆酒的话呢，印象中它是甘蔗去蒸馏的，40度哎，你刚刚那个出场大概已经像喝了高粱一样的状态，但你刚喝这个好热，更嗨哦。那通常莱姆酒呢，都会调在那个自由古巴里，自由古巴，对，好像有印象那个名字哎，在那个一些鬼酒的那个菜单里面都会有，基本的调酒，对对对，基本上都会有这些什么古巴的啦，哦，原来就是用这个调出来的。天黑请闭眼，我们进入到最后一杯喽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最后一杯，这个浓度吼比刚刚那个还要大哎，不用闻了就知道了。我得说，它很像清洁剂。清洁剂 ，Oh my God！ 哇，一口这样下掉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清酒。哦，真的有点像清洁剂耶，会有那个蓝蓝，就是瓶身的样子。真的清酒，是清酒哎，好夸张哦，47。我们的清酒是怎么分出来啊？可能就偏酸啦，就闻起来就很有清洁剂的味道。这个清酒通常都会加什么？通常是那个君通尼。君通尼哦，所以它喝起来就是会有清洁剂的感觉。没有啦，就变成君通尼之后，味道会比较好闻一点，这样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会闻了，但也是会比较偏透明的那种颜色。原来如此。哇，谢谢米奇，你真的是很厉害！我看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混了6种酒哎 ，Oh my god！ 而且每个几乎都是40度以上到50几度哎，下下下下下下，我是不是已经用怎么把你捆住了这样子？不至于，解放了这样子。既然有酒，我就有想到说，应该可以搭配个游戏来玩一下吧。可是我觉得不公平哎，我刚喝了6杯呢。我们等一下就来玩堆叠游戏，我讲名词，比如说我说苹果，你说苹果香蕉，然后我就说苹果香蕉凤梨，那你就要去。苹果香蕉堆叠上去，堆叠水果或堆叠动物，输的就是喝一杯我们调酒师帮我们调的一杯酒。子羽要脱衣剑，有没有后悔今天穿这么少了？我刚刚看到米奇这样来，我想说他这样是可以脱什么？可以穿多一点吗？就是现场这边有的衣服啊、外套什么能够套的，我们大家就先去套，输了脱一件，脱到不能再脱为止。好，我们先去筹备我们的妆容。来，第一关，请出题。堆叠游戏，台湾现实，台湾现实哦。OK， 来，大家自己好不好？我先吗？好，我先好了。7、8，台北花莲，台北花莲，台东，台中，华莲，花莲，台中，台中。我的天，这个我头很奇怪。台东什么？我先干了这杯调酒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喝喽。好险哦！耶！你看我刚刚盛装了这么多件，你看我也不差，小小的，小小的一件罩衫而已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OK， 偷懒就这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进行终极最后一 round， 最后一 round， 没有在开玩笑，今天谁是游戏小公主？再请我们的导演出最后终极的一题。我们的最后 final 题怎么了？颜色，颜色，好 ，color， 我嘛，红色，红色，蓝色，红色，蓝色，黑色。红色、蓝色、黑色、黄色，红色、蓝色、黑色、黄色、灰色，红色、蓝色、黑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灰色、灰色，白色重复了，拖拖拖拖，好啦，先喝再说了。没有想到我们九国女英雄也是个游戏黑洞，刚有感受到这一题我毛起来狂记吧，我刚突然一阵清醒。好啦，观众朋友最期待的这一集最大的亮点，感受当当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爱我爱我。太贵了吧！哇塞，哇，米奇，不要让你的胸。
秀发挡住这迷人的。我愿意让他挡住这一切所有的东西。你这样子玩手要看什么？啊，看我站起来绕一圈。哇塞，赤裸！哎，比基尼很好看呢。他借的，应该是你从影以来最大的尺度吧？每个来宾来小春来频道，我都会拒绝他的，也会拒绝他的最大尺度就这样。对，没有办法了。好啦，谢谢米奇今天来到春来频道啊！希望下次再邀请你的时候还是要上来啦。有酒我就来。啊，记得当然有被我邀请到还是要来哦。就差不多了，哇！我今天全身而退的，真开心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导演，他是频道的持有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他是不是应该要？虽然是一日导演的身份的话，那我就势必要看到小三的那个白色的面积。可是我今天不是胜利者吗？导演说了算了，好不好？怎么可以欺负来宾呢？有没有听到？出去！来宾也愿赌服输嘛？那好，我身为这个频道的主人，就是一定要身体力行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里面的内在美，内在美是什么呢？看就知道。我要脱了，先检查一下里面。然后我再看到什么不该看。可以喜欢哪一套呢？喜欢这套还是这一套呢？